今天指数呢开高走低，道琼涨了六百多点，结果呢台北股市亚洲表现最烂的国家。那基本上呢，我这边还是给多头一个建议哦。剩下今天是礼拜二，好，剩下下个礼拜也剩下剩下五个交易日，台北股市要收月线。多头，拜托你真的不要太混。那么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基本上我们要想一件事情哦，从去年十二月十六号好，一直到今天为止，我每天在节目当中，我都会跟大家报告，我说你就是要买航运类股。结果不起来呢，你看到今天 今天不管包括二六一五万海、二六三六的台华，所以包括二六零三、二六零九，他们全部创下波段上面新高，没错吧？那我请问各位，从去年十二月十六号，我谢文，我到底在坚持什么样的逻辑？难道我知道说哦，我可以赚五百只涨停板？不是这样子的，我有我的一个所谓操作哲学，我有我的一个所谓操作重心。那我再跟我强调，我说主力做手操作还是架构在价格关键，包括周线、月线关键，包括一个多空主力的心态。那最重要的重点，为什么你要有主力心态？麻烦了，如果说因为我今天来不及哦，今天有点赶，因为我手机坏掉了。 如果说好麻烦你是我的会员，麻烦你看一下电脑版的部分，很有趣。昨天的昨天下午，我们看到 PM 盘主力心态全部是个标标准的多，就一今天一开高的时候，我们看到心态它由多转空。那我请问各位老师，这个心态由多转空，难道你现在没有办法去感觉到人家在玩什么样把戏吗？来，我们按证明给大家看哦。我记得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我已经跟大家预告，我说收盘小于关键价，可是收盘它是周线红灯嘛？等于说收盘小于关键价，收盘小于 AC，周线它是个标标准的红灯。结果礼拜一台北股市昨天出。 往下的液水跳水，那跳水之后，我们跟大家预告，我说收盘还是小于 A C。那讲出这样的逻辑，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它是什么样的意思。来，我证明给大家看哦。这是今天早上八点四十分，也不用等到今天早上了。其实，在昨天下午两点四十分，我的盘前稿，我就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的会员，我说昨天的收盘，昨天收盘，昨天收盘还是小于关价，收盘小于一个 A C。可是问题重点在于哪里？我说啊，多头主力套，它是个标标准准双边解套理论。就这双边解套理论。 就是因为双边解套理论，如果说你有上过我的课程，麻烦帮我验证一下双边解套理论，这一招是最贱的一招，怎么讲呢？ 我昨天先往上拉，早上先哎、欸，先先拉下去吧，拉下去再往下急杀。那我往下急杀的时候，我讲讲白，正常人而言，你手中有多单的，你看到杀，你一定会想要停水。就停水完之后，今天早上又跳空开的非常非常高。那么你为什么会走出双边解套理论呢？麻烦你去参考我的课程，我的课程里面有教哦。好，那我們先看哦。在今天早上八点四十分的时候，八点四十分，八点四十分，你有,有看到？八点四十分，我的盘前稿，我就写的很清楚。我说啊，我说啊，收盘，哎、欸，我说 PM 盘上涨，可是昨天收盘是小关价，收盘小。欸 A C，所以说如果开高，它可以走两种模式，一个是开高往上走高之后再往下暴跌，哦，这种模式常见常见，等于说呢，它会让大家觉得受不了，后跑去追，追完之后它马上暴跌，因为收盘小关价，收盘小 A C。我说另外一种模式只是先往下急杀，往下急杀之后再往上急拉，这是我做的夜水规划，甚至包括多空防守架的夜水部分，我都写得很清楚，写得很明白。你有没有看到今天台北股市就是当它灌破零八一的多方支撑之后，它就 往下做一个所谓快速的下杀。那我请问各位，今天指数起我尾盘它有稍微的拉尾盘，可是很可惜。 今天的收盘还是小于关价，收盘还是小于 A C。这句呢，你在我的盘前稿里面，你有没有看到有关于长荣、有关于星星，乃至于台表科，乃至于阳明，它的多空防守价，我都在我的盘前稿写得很，就写得非常非常明白。甚至我有放在你们 P R O 一零一八里面给大家看哦。所以说会员，如果说你要申请我们盘前稿的好朋友电话号码，你直接去私讯你的服务人员。那简而言之呢，这边他怎么玩？来，我先慢慢验证给大家看哦。这边哦，基本上我再举例哦，昨天的收盘它是小于关价，收盘小于 A C。昨 昨天嘛，昨天嘛，所以说今天台北股市开高往下走低，开高往下走低。昨天外资买了两千四百二十二口嘛，我们跟大家预告，我说收盘小怪，收小 A C，结果今天马上开高走低。那同样的，如果说如果说明天早上台北股市又跳空开高。 他用完全的模式，他不是走这一个图，他就是走这一个图，二选一，这二选一，二选一，不是走往下杀拉，就是往上拉，然后直接杀，好、哦，他还是会走这样的图。那简而言之，目前就多头的业水角度，他不要去硬碰，好、哦，他等于说的明天最好是。 往下杀，往下杀，然后说一根所谓 T 字线，然后最好的攻击讯号应该是落在后天。好、哦，我讲的很清楚，我讲的非常非常的明白，因为我你了解什么叫标标准准专业。就像呢，今天呢，可能大家在看好戏说笑死啊，你看航运肋股全部爆炸量，可是问题呀、啊。 很多投顾老师在上个礼拜四，哈，很多投资朋友看我节目的，在上个礼拜四就全部被洗光光了。问题为什么在上个礼拜四全部被洗光光呢？因为上个礼拜三的新闻，他告诉你外资提款百亿哦、喔，其中呢航运类股呢占了将近有六十甚至你打开上个礼拜三外资的进出统计，你会吓死。杨明他卖了五万多，哎、欸，三万多张，然后长隆卖了两万四千多张，甚至包括二六一的万海，他也卖了八千七百六十四张。好，我先给大家我的结论。 好了，基本上呢，航运类股的一个谁部分，我都没有出哦，我都没有出哦，我都没有出。那你们想过了，为什么一个航运类股，我可以大赚五百只的涨停板？如果说你从去年十二月十六号，你跟我来操作一个航运类股，我们能大赚五百只涨停板，我是怎么做到？又回到原点了吗？关键价。 A C 还有主力心态，好，关于下 A C 还有主力心态这三个东西缺一不可。来，导播下一个标、哦。那我说呢，我说主力做手操作，它是交在价格的观念，然后我们只做多月线红灯，外加主力心态多的，借由回撤多方 A C 来回做价差，设计回撤多方 A C，你要懂得连续性的也水加码做买进动作。当时的一个阳明在十六块钱，结果呢？结果呢？九十一只涨停板，设计当时的阳明在十七点八，所以当时的长荣在三十一块钱，那时候。 我都很清楚跟大家预告，我说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准的一多，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说少了百万的电视成本。现在大家都想要赚钱，可是问题我只能建议大家，你要想尽办法了解人家主力做手它的方向到底是在哪里。美眉今天多少亿？七十八。哎，昨天七十嘛，昨天七十七哦，七十五啊，今天往升的了，应该减的啦。六位，OK OK。 哎，那到时候是变大家不用打疫苗，哎，还是要打，还是要打，对呀、啊。你这样子一阵封尘既然是有效果的话，那当然就是不用，没有了打疫苗这种事情呢，我我还是老话一句哈，我也面临到一个抉择，你知道吗？我都不知道我要不要带我妈妈去打，我也是会怕，因为有很多老人家白天打完，然后下午就挂掉了。那当然这几率很低，非常非常低。可是问题。 会不会轮到我们了？阿、啊、婶，我妈妈，我妈妈还讲个笑话，说：哎，祝祝安安安家家订个哎，安美拜呀。那等于说，老人家老人家，我看到太多老人了，有的九十几岁老人家哦，一共哦，打概哦都参加亲朋好友的丧礼。他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到底才轮到他自己。那能活到九十几岁，好像觉得活的时候不是没有意义了，他觉得活得好腻哦，可是身体又这么样的健康。 所以说疫苗这种东西，我讲坦白是两难呐、啊。那我个人我是倾向再看一下，再看一下，續續去继去继去看看我节目，不是看那个、哦、看我节目哈、哦。因为我们还是不要去违背指挥中心的意思哦。然后三十一块钱买进的也高到三十一、三十九只涨停板，三十八点七还在涨，还在买二十一点八，甚至于包括二四点八，甚至包括三十六点五。容我一定要回顾嘛，因为这一波，你说老师你为什么都要回顾过去？嗨谁的这一波能从去年十二月十六号每天跟你讲航运类。 就只有我谢文安。好，我先讲，我还结论刚还没讲完哦。基本上哦，今天呢，二六一五的万海，甚至包括运输类指数，它有没有收上空方价，它并没有收上空方的防守价。那没有收上空方价，代表什么？代表我的主标，主标，主标哈，主标就是呃，怎么怎么描述？主标就是那个主标了、啊。代表我的主标，我写航运类股出现惯性改变。可是惯性改变，它是等于说航运类股它要暴跌吗？我又回到原点哈。 我们手中有星星嘛，我们手中有三三七星星嘛，而、啊、今天星星还在创新高嘛，然后呢，我又回到原点哦。你看一下三零三七星星、八零四六南电、三一八九锦硕这三张股票今天都同步创新高嘛，麻烦你们看一下它的本益比，好吧？要看一下它的本益比哦。那我们也知道呢，A B F 窄板这个区块目前是大幅度缺货，这次我在盘中连线的时候，我还讲的很清楚，我说过了，全宇宙、哦、基本面我最强，好，我说星星。 然后南电，然后三一八九锦烁，它是要跟二三五一的顺德，还有五二八五的介林邦斗在一起，因为它是相同的产业。老师怎么相同？一个是 ABF 窄板，一个是 PCB 窄板，那一个是导线架，只会邦斗在一起。那是因为制程上面你不太了解。那我说这两个族群它是邦斗在一起，两个是绑在一起的。就你看到这两个族群今天还是同步创下波段新高，那我在证明什么？你知道吗？我请问各位哦。 今天，今天即使二六一五的万海亮灯涨停，如果我们直接看一下8 0石油、南电、三零三零新兴，他们现在 A B F 大缺货啊，那这些航运类股它也是大缺货啊，也缺到爆炸了，也缺到爆炸了嘛。现在缺工缺料，而且目前还要扣附加税，然后未来还有碳综合的税。基本上，你认为他们，你相信，你应该相信他们是传统旺季嘛？ 好，因为我之前跟大家报告，第三季为什么传统上去？因为美国会这么死。第四季为什么也是传统上去？因为中国的心年。好，那我请问各位哦，如果我们把它归类是同样本一比的话，目前航运三只股票了，我们不要讲那个波罗的海指数的，波海指数那些本一比较高了。航运这三只股票，他们目前本一比都是个标标准准个位数，认同哦，认同哦，认同哦。 可是问题重点呢？我做东西，我说过了，我是看月线关键价。我先跟大家保证一件事情啊，航运这三只股票月线红灯的几率是高达百分之九十九。哦，他们月线还是红灯。可是问题呢？它可以从这边一路烂到下个礼拜，它一路烂到下礼拜嘛？它可以做一个很大的逆水箱型的区间。 那相型区间的夜水机会点在哪里？其实我在上诶、欸、上个礼拜给大家的关键报告里面，我就有写。好、哦、好，这种口罩就掉，好讨厌。然后继续用继续用好，我等下再继续讲讲清楚的。来，三十点九还在买，你看，你看你多多羡慕。所以说为什么我说你要去下载软体嘛？当时二六零九的阳明在三十三点五，哎，三十三点五，我们买在十六块钱，涨到三十三点五，很多投顾老师赶紧操皮工哦，也股票可以买，吼、哦。 笑西郎啊！而且吹波都没有做到任何一根航运肋骨，那才叫笑死人。可是呢，你看着涨了一倍，可是我对下来看主力心态，主力心态都是个标标准的多，这是为什么？我还在不断做加码买进，加码买进，还在加码，还在加码。 甚至于呢，到最后我说呢，你需要更多的证据。我们叫大家去查上海集装箱指数，有吧？我叫大家去台查台湾交通部航港局的货柜指数，有吧？我叫大家去查马士基的股票，有吧？就查完马士基的股票，你们又开始抗议了。说哦，荷兰的马士基啊，今年的涨幅也才四倍左右啊，那为什么常常跟杨明可以涨特别多？你们是要这样抗议呢？那么跟大家报告，我说荷兰马士基它是旧船。 台湾的长荣、跟扬明，乃至于万海，它是一个标标准准的新船，全世界没有人这样分析的。那你知道你错失多少机会吗？五二零。 的前两天就是五一八和五一八，当时买惠阳三只涨停板。好，五一九的那一天，五一九哎，五一九到今天刚刚好一个月的时间哦。我是不好意思讲，这样就高达一个月时间，高达八十几只涨停板呢。来，长荣七四点一，1, 然后二六一五的万海。 买在九四点八，我万海我买在十三块吗？没有嘛。万海我买三十块吗？没有嘛。我买在九十四点八，到今天十八只涨停板。然后在这里呢，二六零九的阳明八十七块钱还在做加码买进，又赚了三只涨停板。然后二六一五的万海一百一十七买进，又赚了十三只涨停板。我凭什么？ 能超过五百只涨停板，因为当你逮到了一个机会跟方向之后，你要不断的加码买，不断的加码买，再变。我知道这一波有很多人在等待面板族群的解套，你可以不断的加码摊平，加码摊平，加码摊平，加码摊平。可是问题，你每一次的加码，你的总张数是变很多哎、欸。 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你看我节目看这么样久，我是做对，我不断的加码，不断的加码。派的主力现在我不断的加码，哎，一百一十七块买的万海涨到两百七三，我又赚了十三只涨停板，我又赚了十三只又，什么叫又？来这边九十四点八买，十八只涨停。 九四点八买到两百七三，十八只涨停。然后这边呢，一百一十七，我还在加码买进，又高达十三只涨停。然后跟大家预告，它的主力现在全部都是一个标标准准的叶随红彤彤。甚至于呢，甚至于呢，五月二十八号的那一天，五月二十八号的那天，二六零九的阳明空手的一百零三买进，到今天一百六一二三四五，又是五只涨停板。二六三六的台华，七十一点六，七十三点三买进。我请问各位。 当时为什么买台华？所以说少了百万的电视成本。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啦，真的赶快去下载我软体，第一时间拥有主力心态。当时在七十三块钱的时候，证据在这边哦，证据在这边哦，证据在这边哦，七十三点三，七十三点三，一个月以前买进的二六三六的台华，涨到两百二十二块，总共涨了二十只涨停板，不是要比赛涨停吗？然后台华。 七十，哎，七三点三，七十点一买嘛，好，来，然后一百零五，阳明，而且在里面泰德滚都有贴，然后台华一百零五买，一百零五买，一百零五还在买。 我还在买，我靠腰七三点三买一次，一百零五买一次，就像九十四点几买进二六亿的万海，一百一十七还在加嘛，然后二六三六的台华七三点一买，一百零五还在加买进六一号，还在加买进，这样又十十一只涨停板哦，这样又十一只哦，不是三只是十一只涨停板哦，然后一百一十再加码买进二六零三长荣，到一百六又赚了十涨停板，所以说呢，短短十五天哦，应该改改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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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一下。 短短三十天到今天一个月时间嘛，短短三十天，刚好七十五只涨停板，七十五只涨停板，三十天七十五涨停板还没完还没完，基本上哈，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呢、啊？你为什么哈你要选择跟我来做操作？哎、欸，怎么现在讲话都跟部长一样，少了一个所谓的，少了“夜水”，多了一个“吼”这个字哈？ 你一个找不到任何一个投顾老师哦，真是笨蛋白痴！他会在盘中直接去分享我的讯息。我请问各位，不管包括杨明，不管包括长荣，不管包括万海，还没完还没完还没完！你能找到这样的老师吗？一定很多投顾老师要等到今天万海、长荣、杨明创新高，然后跟你讲说他的软体在一个月以前就出现买进信号，我听你在放屁。 你只要想说，你到底要什么样的老师？你能找到一个笨蛋老师吗？他在盘中直接跟你分享，直接跟你分享最及时信息。我有没有来给大家看哦？六月九号那天，六月九号那天，六月九号嘛，六月九号，我、欸、哎，六月九号，这是你们泰德滚哦，泰德滚哦，当天有三千五百人嘛，三千五百人当时阅读的一千六百人，一千六百人，我有没有很清楚跟大家预告，我买进加码买进二六一万行？ 当时万海杀到一百六，老师为什么要讲过去拍谁？我请问大家，你敢买吗？那明天万海若急杀，你敢买吗？这答案都很简单嘛。哎，导播是没办法放大，这不用放大，这是往下杀、欸，这是往下杀、欸，杀到一百六，我告诉你，我买进呢、欸，我买进呢、欸，我买进呢、欸欸，买进完之后，这样几天，短短四天，一二三四五，五次涨停板还没完，还没完，老师。 老师，一百六买不到，对，一百六买不到，因为隔天来到一百五三，你可以买在更低的月水低点，一百六十块我还在买，一百五十块我还在买。我请问各位，我谢文安到底在坚持什么？很简单，他的主力心态自己看，大家往下杀的时候，他的主力心态全部都是个标标准准的多，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说你要去下载我们的软体，第一时间拥有主力心态，而且少了百万的电视成本。 我们能够回馈大家，我们电话号码零二二三九二三九八。39, 8, 同样的，二六零三的长龙来到一百一十一，我们跟你讲一百一十一，1, 我还在买，结果这样子又赚了三涨停板，甚至包括二六三六的台华来再变哦，台华七十三块点，七十三块多买，一百零五块买，一百二十三二二十八不是二三，一百二十八，来你们猜猜滚，猜猜滚，猜猜滚啊，猜猜滚啊，拍手是盘中哦，不是等到收完盘哦。 是盘中哦，盘中哦，台华台华往下跳水的时候，跟你讲说买台华，买在二二八七三，然后一一七，哎一一零五，一零五一零五买，然后一你知道做到一一二八买，然后二零二一有的万海，让我背一下，因为这是我实战的绩效，实战实际战斗的绩效，万海九十四块多，哎九十四块多买，然后一百一十七买，一百五十三买，一百六十块我还在加码买进。 五百涨停板怎么来的？五百只涨停板怎么来的？啊，这样很简单。啊，你不是说十只涨停板，十只很多人说小老师啊，我要赚十只涨停板，一只涨停板十趴，十涨停板几趴？一倍嘛，一倍嘛。那五十只涨停板五倍，五百只涨停板五十倍，有这样难吗？有这样难吗？ 你的一百万，你的一百万要变五千万，有这样难吗？我说这一波我们还不够狠，有的主力做手，光这一波航运类股，他捞，他是捞了二三十亿到上百亿，赚翻了，赚翻了，他怎么捞的？看到没？这叫加码讯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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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加马，加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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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菱形的部分叫加码讯号，自己看。 红色跟绿色啊主，主力买成这样子，主力买成这样子，主力买成这样子。我说他赚二三十亿到一百亿，会少吗？我的会员最多也才赚几千万而已。你要是二三十亿到一百亿，继续这样赚的，来继续哦。然后二六零三长龙还在买，然后呢，二二零八的台船也是高达将近有两只涨停板。再到台船，到了二六零九的阳明，这个往下急杀，涨停板打开一百三十一块钱，我还在买。让几次？ 将近三十涨停板哦，我在今天什么？上礼拜三、上个礼拜三、上个礼拜三、上礼拜三不是外资狂卖吗？下礼拜三不是外资大卖吗？外资呢卖超里面有高达六成都是行业类股，就果马上对下来，外资在卖的时候主力在做多，有没有看到？主力心态都是个标标准的多，结果这样子呢？三十日涨停板八天又高达三十日涨停板，所以说全方位三六零，我提你一加三的专案，我现在借给大家一个建议哦。 我除了给大家鱼吃之外，更重要，我要教大家非常多宝贵钓技巧。我希望大家把它学起来。你自己看哦，一百三十块钱还在买长荣，一百三十块钱还在买长荣，这样随便一转又转了两只涨停板。然后一百四十五块钱买的阳明，昨天这样子随便又赚一只涨停板。那问题为什么哈、哦？你要选择我谢文，因为一个很简单逻辑。我请问各位，很多投顾老师哦，大概在一个月以前就开始靠腰了。跟你讲说，哎呀，行业内股不能买啊。其实他们也不止靠腰一个月了，靠腰好几个月了。 当阳明从十六块钱涨到四十块钱的时候，这边靠腰说涨一倍的股票，怎么会追涨股票啊？底部进场不一也难，哎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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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顶上玩有谁能赢？那你就放空嘛、啊，那你就放空啊！你可以选择放空啊啊！不要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这一波航运内股是人类历史上最好赚的这一段，啊你赚不到啊赚不到在旁边靠腰啊！去下载我的软体，第一时间看到主力形态不是很好吗？好啊，来呀、啊！航运内股不能买对不对？航运类股不能买对不对？ 从十六块钱的阳明涨到五十块钱，涨很多，不,買不要买它，不要买，不要买，不要买。我请问各位，如果我只会做航业内股，你就不要來找我了。那六月一号，哦，关键报告里边跟你讲的 ABF，举例 ABF。老师，什么是 ABF？我讲讲白话、哦，我以前也不懂 ABF，我只懂 ABS。<laughs> 男生应该都知道什么？ABS 哈、哦、，ABS 是刹车啦，刹车啦，刹車,车那个那个那个叫什么？点点点放刹车啦，刹车系统啦。那老师，ABF 我不懂。我跟你讲哦，有一个东西叫 Google，你只要在 Google 里面，你打 ABF，它就告诉你有三档股票，一档叫做南电星星，一档叫锦硕。那但我跟大家报告过了，我不是三档股票都做，你我不是外海、长隆，阳明都做了，我是三档都做了，行业股三档我都做了。可是呢，问题呢，在电子股的部分，我只告诉你，我做三零三七星星。 我做三年三季星星，好三年三星。因为六月一号我已经跟你预告了嘛，A B F，结果当时的星星我都没有遮牌耶，我都没有遮牌耶，在一百零一块就到今天为止了，一百四十一块赚了三十块钱，赚了三哎四支涨停板。那同样的一百零七加尔金又赚了两只涨停板。这件我再讲一个更屌的，上个礼拜五三年三季星星跌四块钱，跌四十块钱哦，我谢文有闪躲吗？我完全没闪躲哎。 我说来到一二叉，我就再加码买给你看。麻烦看一下上个礼拜五的重播带，重点在哪里？浅深到一个重点哦。其实现在哈、哦，有很多电子股，他们已经在月线关家之下。那我在上个礼拜我就跟大家举例，三五四五吨泰，只有吨泰今天还在杀。基本上哈、哦，你要提防一件事情。 月线关架之上，主力心太多的股票，你看到航运类股的利多不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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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的出来。那当主力心太空，而且股价在月线关架之下，那代表它是空方标的。可是大盘如果月线还是红灯，我不会去放空那股票。而大盘月线如果从红灯变成绿灯，包括联发科也是这样，那些 IC 设计的部分，你要很小心。我告诉你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不要告诉我是多头了。联发科从那个价位再腰斩一次，很正常吧？ 那很正常吧，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只能给大家一个建议，你手中有持股上面的问题，你要很小心哦。尤其再跟大家报告第二件事情，现在呢有很多顶子股，其实它每天的成交量都已经变成饥饿盘了。饥饿盘什么意思呢？我如果叫我的会员市价买进，它会涨停板；我叫我会员市价卖出，它会跌停板。尤其 MOSFET 这一块，你自己自己看着办。真的、啊，我我我只能讲到这边啊。所以说你手中的持股问题，电话在旁边，把它拨通。好，拿汉美。 第三代半导体四涨停板，然后在汉磊到到三五三星象光，新向光也高达五只涨停板，然后呢九九五八四季钢哦，世纪钢，世纪钢是不是在六月份唯一给你推荐的钢铁股就是九九五八四季钢？昨天世纪钢有创新高，世纪钢创新高，拍谁啦？ 潘姐啦，在上上个礼拜一，上上礼拜哎，上哎上上哎上上礼拜天呐，上上礼拜天潘姐供电，上上礼拜天跟我上上礼拜天,上上礼拜天还跟你预告九九五八四一缸，当时只能推荐两档股票嘛，我推荐两哪两档，帮我背一下，一档叫做四机缸，一档叫做四七三六泰博。很多人说谢老师啊，你为什么不推荐行业类股？他说不能推荐，他们都涨太多，不要叫不要讲那股票，好啊，不要讲股票，我只要有主力心态，我一样能整到股票嘛。啊，四一缸呢？有我两这涨一半。 阿、啊、泰博建我模再上去，然后顺德，顺德也是两只涨停板，而且都跟你讲哦，泰勒股份跟你讲哦，泰勒股不是等到收盘十一点三十三分，顺德还没涨的时候，我就跟你预告二三五的顺德，麻烦看一下六月十五号当时的 K 棒哦，你会去买顺德，我随便你，因为它是一根长黑 K 棒，对啊，你不是说行业内股不能做，那行业内股不能做啊，我做船产给你看啊，哦船产我说错了，我竟要把电子股当做船产了，好惨哦。 我做电子股给你看啊，好啊，来，啊，老师我不要做电子股，那二六一是东升的、欸、熊妈妈概念股，你以为是东升财经台，你也是东升悠悠台，你以为是东升购物台哦？我说熊妈妈概念股只有這样东升有没有很轻松的涨了将近一倍？好，开始哦、喔。那你说行业内股接下来到底该怎么看？看清楚哦、喔，这是昨天哦、啊，昨天哦、啊，啊、昨天我所解的行业内股，我说昨天呢，不管包括运输类指数，他们收上二八九点六，有有收上。 然后昨天的二六零九的阳明，他不收上一百五十六点五，有有收上，好还没完哦。那在昨天的时候，我也跟大家预告，我说啊，我说二六亿的万海，它的压力在二三六点二四。那昨天万海收盘在二三六点二四，所以说今天万海，我说还会再有高点，就今天万海真的有来到二五七点六，好看看清楚喽。 那今天的一个所谓盘中连线，排非凡新闻台盘中连线，我们预告，我说钢铁股的框架都在一七四点九，好，今天钢铁股收上，钢铁股收上，恭喜恭喜钢铁股，好，要收上，可是问题呢，就整个运输类指数的角度，今天的运输类指数有没有收上三一五点五，没有，它没有收上三一五点五，然后呢，代表什么意思呢？来，我们再借万海一次哦，再借万海一次哦，二五七点六，二三七点七五，压力二五七点六，二三七点七五。 诶，欸、我的软体很厉害在哪里？你知道吗？我的软体哈，它可以跟你预告明天的压力跟支撑。那你说老师是要等到收完盘才知道明天压力跟支撑吗？你以为股票有批 n 盘哦？股票没有批 n 盘吗？你知道吗？股票它没有批 n 盘，股票没有批 n 盘。 在盘中，你只要给我高低点，而且是浮动的，它就跟你预告明天压力跟支撑。那么、個、好处在于哪里呢？我知道有很多人喜欢隔日冲，那隔日冲，你今天去追股票过程当中，你要稍微知道说，哎、欸，我明天我的压力在哪里嘛？那如果压力来到压力，我卖，啊，我能够赚钱，那划算我去做。那如果说来到压力，我卖不划算不赚钱，那我就不要做。好，这是个很简单操作的 SOP，SOP 好看清楚、哦。拜起来二五二五七还有二三七来看清楚。今天收盘小于二五七。 可是大于二三七7点七五，所以说它是一个标标准准的箱型。那箱型的话呢，很简单，除非啦，明天直接开过二六二啦。不过我认为几率比较不大了，好，因为现在呢，有多少很多投顾老师从来没做过航运类股的，现在也开始开始做了。他也许呢，万海是买在两百五十块钱，好，很高兴两百五十块钱哦。今天万海涨到多少钱了？拍谁了？拍谁了？我先讲一件事情啊。 呃，二四二点二四二点六，来主力做手操作，它是架构在价格的观念。那如果明天万海收破二4二点六了，那如果明天运输类指数运输类指数跌破二九六点七四，这代表航运类股它整理的时间就会拉得非常非常长。好，整理是这样子哦，这样子吗？我讲日线。 然后整理完之后再喷，哦，整理完之后再喷。那整理的过程当中，你要找到它箱形的顶部，还有箱形的底部。那底部的部分，我在上个礼拜我给大家的关键报告里面就隐写了，好、哦，就不要再问我了，就真的不要再问我了。可是箱形的顶部在哪里，你也要知道啊，因为很多时候大部分的股票它是走一个箱形区间的震荡，它可以震荡两个礼拜，它可以震荡两年，它可以震荡两个月。 可是你只要能够抓到那些箱顶跟箱底，你一样能够赚大钱。好，再给大家看一张股票，这叫二六一八的叶水长荣。好、哦，二六一八长荣今天也杀很大哦，杀很大哦。可是它下面主力心态也是个标标准准的多。长荣行呢、啊，不是长荣了、啊，长荣二六一八的长荣行呢、啊。那简而言之呢，你现在你要反败为胜，很简单，第一个。 你要懂得主力做手操作 SOP，主力做手操作，它是架构在价格的观念，包括周线、业绩观念，包括多少主力呢？第一件事情，有关于行业类股的部分，我还是老话一句啦，目前的电子股已经传产化，传产股已经电子化了，电子股好像好像死气沉沉，你你了解挖艺术吧？那你在股票市场你要赚钱的话，你当然就要人人气在哪里，你就去做在哪里，人讨厌的地方在哪里，你就要在哪里嘛。所以说第一件事情，你手中有那一些根本没有成交量变僵尸股。 票电子股，你一定要懂得面对，你一定要懂得处理。那我电话号码零二二三九二三九八八。88, 那当然，如果说你每天看我节目，你认同我操作理念，你也想了解我们全方位三六零一加三到底如何一加三的，好电话号码一样零二二三九二三九八八。88, 还是老话一句，永远相信事先预告才是真的。我们明天再见。